三十号星期日嘅早上，阳光普照，天朗气清，置身于市龙路，交通畅顺。曾经有报道指出，曼谷嘅文化东方酒店咧，亦都系被浸嘅。咁而家嚟睇个，地面除咗少湿之外咧，完全没有积水嘅现象。而家啲水可能退咗啦，嚟到酒店。由于早几日咧，酒店嘅外围曾经被水浸过啦，所以而家啲工人咧做紧清洁。雖然現時的情況未算明朗，但在這間餐廳裏面都依然有很多人在這裡吃他的 Sunday lunch。 有些有錢的泰國人還父老攜幼一起來吃，似乎對於他們來說水災並沒有造成任何的影響。